后面他走，我们两个也吵了几句啊，就我吼他了几句，然后他就生气了，就走了，知道吗？走吧，走吧，二哥，不要给直播了，走走走，给厂长道个歉，我们去，这干嘛嘛？给他道个歉吧。你现在你看我这个样子，怎么跟人家道歉嘛？我自己都话都说不清楚了，我怎么跟他道歉嘛？那不可能一直这样，他一直在那边，人家昨天晚上。我也是要疯掉了。你们说道不道歉？你们说去不去？去的话扣个一。来，我看看有多少叔叔阿姨是希望我去给他道歉的，还是不要去？你们说，不要去的话扣个二。我也不知道怎么办，现在。你们都希望我去给他道歉是吧？我道什么歉嘛？道歉道歉！走，哎，不不走啊，不，走啊，二哥，走。你不要拉我，不要拉我，走走走走走，我考虑一下，我走，考虑一下。不要考虑了，不要考虑了，考虑这么多干嘛嘛？现在这事情到这个点上了，还在这里考虑。昨天晚上是我抽多了一点，对对有对，点不走对，走走，有不点要不走。对，知道吧？但是呢，我真的我，现在一个二个的都要让我跟他们道歉，我真的做不到。我也是爱面子的，知道吧？这知道不这合作就不合现在作嘛，不提这一时这个面子，好不好？走，走走。不合作就不合作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大不了就大家都不要做了呗。我不做，我也不可能让他们做的。走走走走，二哥。你不要一直拉我嘛，你什么意思嘛？啊？你现在你也是站在他们那难道边是我的话吧？你都不听了吗？不是不听，你知道吧？现在我没有稀奇跟他们道歉，我知道你是为我好，但是我现在我自己都放弃自己了，我以后我都不住了，这什么故事，我也不住了，知道吧？我要去找我心爱的那个人，知道吧？我要去找我心爱的那个人，去深圳、广州打劳斯去了，打电子厂打过去了，知道吧？大不了我不开这个公司了，开什么公司嘛？这一天搞得我这么累，这么有压抑，对不对？走吧，我们退一步海阔天空，就道个歉，走走。我不走，我不走，你不要拉我，你拉我，我等一下生气了，我心情不好，现在。走走走走，五哥。不要拉我，好吧？我现在心情不好，你不要拉我，好吧？我今天一天没吃饭，一晚上，昨晚上没睡，我现在头痛的，说话都说不出来。你让我去给他道什么歉嘛？他躺走，我该尊重的时候尊重，对不对？但昨天晚上我喝醉了，对吧？我也心情不好，我也有我的烦恼啊，对不对？那你看他来酒吧就直接拖着我走，那我也有烦恼的时候呀，是不是？对不对嘛？大不了我就不做这个公司了呗，大家都不要做了呗，是不是？我不做他们也做不起啊，是不是？大不了把这个公司解散之后呢，我大不了去找我另一半。我心目中的另一半去了，我带我心目中的另一半去电子厂打工去算了。那你之前不是让唐总更失望吗？失望就失望吧，反正都已经失望了，也不差这一次了。来直播间4900多5000人，你们说，给我一些建议好不好，家人们？来给我公屏上打一波正能量好不好？给我打一波正能量好不好？来打一波正能量，来支持阿伟的，给我打一波正能量，好吧，家人们。走了，走了，走了，不要直播了，走。我不走不动了，那你背我去嘛？那我走不动了，我现在走路都走不起了。
我现在这里透，这全身都透了，然后眼睛也遮不开了，现在眼睛也肿了，看到没有？我眼睛都肿了，然后我这说话也说不动了。来来，你拿个凳子过来坐，坐着，我跟你说，我喂你来。你说一下来，你说怎么回事儿？你来坐过来点，你给叔叔阿姨们。你是这些为我好，对吧？对。对不起，小王。所以我有时候说话对你说话声音有点大，这个我知道。然后你这一直以来也对我也很好，你帮助了我很多事情，说实话，也陪我走了，这是应该的，这走了很多很多路，对吧？那么我现在这情况，我自己也恼火了。你以后就不用管我了吧，好吧？你怎么又说这样的话？你这样子，你要不我，你看我问一下我朋友他们那边，如果有合适的工作的话，我介绍你过去吧。我不去。我这边我可能就以后就照顾不好你了，带不好你了。我自己都放弃自己了，我也不希望你每天看到阿伟哥这个样子，然后你自己也没有一个方向感。也给你看不到未来，知道吧？也让你看不到未来。怎么又说这样的话？我们是男人，男人说这样的话让女人笑话吗？我不是为难小王啊，我是不想让他，我不想连累他，真的。现在我自己这个样子，我也不想看到。哎，这头发也没有洗啊，今天。你知道的，你知道唐总刚刚跟我打电话说的是什么话吗？他说，我这次回来，我看见阿伟这样，他非常的失望。然后他说，小王，如果你不让阿伟哥振作起来，你也不用来工作了。他跟你这么说的吗？对呀。你不能怪他们，能理解。唐总是看到失望的一面，你理解，但你要让他看到希望啊。但是我这不都是他们搞的吗？我没有说唐总，但是我可以比来我回来，我可以好好的工作，对吧？好好的把事情给做起来。这一回来他们又搞我，搞到现在我搞的这个样子，我自己搞的这个样子，知道吧？是不是嘛，叔叔阿姨们，直播间叔叔阿姨们，你们说我说的对不对？我本来对吧，我虽然去漂了半年，我也做错了很多事情嘛，对吧？直播间5000多个人，马上6000人了，你们给我建议一下，对不对？我本来我回来我想好好的搞，好好的把公司给做起来，结果他们我一回来就，对吧？我介绍我两个朋友来上班怎么了？也不给人家时间去好好的学习，好好的带人家。那来几天就把人家给开除了，那他开除我的朋友，那我开除他的管理层有错吗？人都是相互的嘛，对不对？他们这么搞我，搞来搞去，现在搞得我现在都没有心情做这个公司了，我现在都已经放弃自己了，知道吧？我爸也不管我，现在我爸也不管我，每个人都这么对我。我让你走了的意思是，我觉得我没有能力给你未来了，知道吧？没有能力给你好的一面了。你跟着我，让你看不到希望了，知道吧？看不到未来，我自己都这个样子，我不想为难你，知道吧？没有，这是小王选择的，那肯定说，无论遇到做多大的事情，小王一直站在你的身后。但是我也不想看你现在这个样子啊，五哥。把陈总开除了是吧？陈总开除，陈总不是说一个字开除就能开除的，知道吧？因为我不在这个公司那半年，他
都是他在管理啊，他在他在那种啥呢，所以很多业务都是他在跑，他在在他手里，知道吧？所以要把他给撤股了之后，那很多东西就已经可能就做不好了，知道吧？所以不是说下个员工要开除就开除了，没那么简单的。他现在他就是抓住我的把柄，所以他就知道没有他我就做不起来。现在他就这样子，所以呢就一直说退股退股的，一直在那儿威胁我，知道吧？在他桌面前就现在威胁到我头上来了。现在我这边没有跟陈总这边谈好的话，那他总也是对我也是失望的，这种意思知道吧？来，直播间5500多人，马上6000人了，咱们给二位打一包正能量，好吧？你跟不跟我去啊，虎哥？给我打一包正能量。嗯。你不要逼我嘛，好吧？你不要逼我嘛，你让我考虑一下嘛，是不是？这么逼我干什么嘛？我现在我头痛的很，我跟你说了，我现在心里面很乱，很烦躁，知道吧？你让我再去找他，在他面前低三下四的，这干嘛嘛？我也是要洗一下的男人呀，对不对？这头发乱了，但是我也是个男人嘛，是不是？这头发怎么是周飞的了？我的天哪！你看，这都掉完了，看到没有？我的天哪！这两天阿伟哥这样子，然后这些都这样子往下掉，知道吧？那应该更要振作起来啊！振作起来！你要让他们看到你为公司付出了，你让他们看到你给公司带来最好的，他们怎么说你都说不动的。你现在就是每天都这样，回回每天喝酒啊，这样那样的，你伤害自己的身体。我求你真正关心过自己身体吗？现在看一下小娃上来给大家看，现在我自己都这个样子，真的我不知道怎么说，我很失望。对，这不先说一个姐妹啊，然后呢，小王这两天一直，你们发的消息，然后那个评论区评论的粉丝群里面说的，小王都看见了，只是小王在忙。走吧，走吧，阿伟哥，来，走。你不要拉我嘛！我们去道歉，走，把这个歉道了。这道什么歉嘛？这道，对不对？我现在我吸气不好，我现在真的我这个，我现在我都想到要放弃自己了，我都不住了，那还道什么歉嘛？对不对？难道我公司也做不成了，我还要跟他们一个一个的去道歉？搞笑死了！那你要让他们看到希望呀，希望都没有看见。你每天只会指责你自己，你有没有想过